要晓得这里是哪里，跟着我走就可以了，看看像啥子嘛。这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火车站，问一下建筑师若森麦当劳吧，1927年就是个样子了。在博物馆坐火车是啥子感觉，晓不晓得？也许只是我个人很喜欢，豪华得一塌糊涂。这标语是多伦多的未来，在历史里谈未来，过于骄傲了吧？像不像每天有30万人的样子？多大的志愿者在浇花树呀？多伦多的火车站是加拿大最大最豪华的火车站，现在每天有超过30万的乘客在这转转转转转。很多电影都曾经在这里拍摄，车上有一个放映正在介绍这些电影。我知道的呢就只有那个著名的歌舞片《芝加哥》，芝加哥，好看的不得了。这车站的助浪也拍过好几部电影，从加拿大最大的车站出来，应当就是最大的酒店了。没错，对面就是皇家约克酒店，1929年开业时，实际上是整个英两邦最高的建筑，28层高的建筑，现在还是熠熠生辉。号称1048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收音机和私人淋浴，好豪华。